不要钱。你们拿拿这个钱，真的不要钱。你赔钱了，你了。问一问都赔钱啦嘛。边个问题噶？要问。系啊，答得住问题都赔钱，即系我哋答得住。十蛋。好靚啊！其實嗰個嗰種男仔協調好靚，其實。今晚嘅觀賞性好高啊！你喺邊度做出一啲高難度嘅嗰啲體操動作啊？好花式。係啊，花式表演啊，好似係打緊花式入啊入樽大賽。我攞花賽。好難針對啊！今年都係犯規啊！呢個。最後隊自己考生啊！十八都攞翻，九個啊，三號係嘛？係。三十四就俾翻八，俾翻十，俾翻八號。入啊！十八號，十八號兩分入，都係保持十分距離話。不過而家派出呢個全隊最年輕，啱啱簽咗十年合約嘅超級巨星喎，喺 D 啲簽到翻嚟話。好，即係換翻呢個球星出嚟先。球星請嚟。啱啱唔該。好。球星好開心喎，阿天文。頭先好似迷失咯喎，點解我出嚟嗌暫停咧？係喎，鏡頭都未射住。又話球星嘅點解一出嚟唔係風頭住好嘅咩？係啊，真係俾人窒一窒啊！蝕咗道氣添。係。睇下佢表現啊！最年輕啊，未過十八歲啊，同後佢簽咗呢個十年合約啊。留意啊，七號啊！我哋嘅明日之星啊！係嘛？啊，七號定一號啊？我唔知啊。二啊！二啊！何真平啊！留意啊！我遲啲個名係喺香港南亞會成為好出名。何真平啊！派俾邊個咧？派俾高佬。有咧要傳個靚波啊，先入到噶。八秒。哇，靚啊！防守靚又彈啊，係真係佢直咗俾佢撞啦嚇。我真係兩分喺入波啊！哎呀，就攻俾零號啫，其實。打翻幾號？打翻幾號？嗰個？嗰個睇唔到，轉個身因為卅幾啊？睇唔到卅幾，三十啊。三十。
頭先呢個咧十二號，而家原來係入咗。入咗一球。係。幾號入？廿四。高佬嗰個湯，我做完先嚇，揾唔真嗰下，廿五三萬啊！哇，高佬呢條線湯落去真靚啊，接應到都係。夠曬殺傷力強啊！四啊，四好位啊，最強呢位啊！佢平時打波啊，呢、這個位置一跳就冇人掹到嘅。不過同球隊冇合仲要吹一段時間。喂喂，我加油！28秒。出去就犯規喎，呢個小將，留下嗰個
如果輸波真係留下有啲打波嘅陰影啊！運手進，手進，兩秒，一秒。第三節完，40-31，零先。